各位大家好，暨大讀者通訊開講。今天就講講最主要就是講台灣的選舉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昨天就是由馬英九先生主導的南八合，我寫九合即是九扯，這個合作而已，沒什麼其他意思的。喂，首先聲明，我健康就非常之好的，有什麼意外就是某黨某人的問題啦，咁啊講政治咧，台灣政治比較危險噶。嗱，我咧文章咧就寫咗喺後邊噶啦，唔多講啦嚇。各位咧就係細意睇嘅文章，同埋聽聽音樂 ，music。疾風吹勁，人在江湖，見盡世情。為你我灑血時，從未完美。莫非今日重遇之時？染着漫情，面对瞬息缤纷，瞬息孤清，莫再问你我这日子何永远，相信原是注定，命运如梦。今夜月泪速速难圆，混着歌声。自飞更远，流落江湖，有苦豪情。为你我闯刀山，情愿送命。若你为我送别，若有再会，亦盼若世重映。哇，劲啊！呢首歌咧就系一次过录制嘅，咁大家知道有睇我啊呢个口头禅啦，大家知道，咁其实大家都唔知嘅，除咗要我讲出嚟嘅话吓，咁送俾郭台铭先生嘅，因为又系佢咧各种人物就帮佢咧就系联署嘅，咁有好多人收押啦。咁呢首歌咧就係寫盡啦，人在江湖被收押嘅人啊，期望郭先生會幫佢做啲乜嘢嘅。好啦，各位睇睇啊，結尾咧就係我認為啊，侯市長同埋 OP 咧都唔識統計嘅，因此咧有可能咧就俾賴英唔係俾馬英九啊控制住啊。咁啊呢一次啊，國民黨同民眾黨啊。南八的九扯合作，究竟台灣最聰明的人民會不會埋單呢？還有郭台銘揸住個小數，最重要關鍵小數嗰15%，根據我數據15%就唔同吳子嘉個5%，15%會點做呢？各位拭目以待，再見，細心睇睇個文章。